厂的厂，像 Airport 的话是超厂的厂，我们是工厂，我们是等于是车辆工厂，所以有人讲说这是车辆医院，也是一样，所以它理论上都应该有很多仪器，也有很多病历表。这个病历表是什么？就每一辆车子呢，其实它都有一个病历表，它什么时候该维修啊，什么时候要大这个健检啊，就是回来，所以这个是我们这边是最。目前这个设备应该把它圈个红圈了，把它圈起来。